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声乐的赵鹏。很多朋友在唱歌的时候气息总是不够用，像这样，在那遥远的地方，一句歌词唱不完就没气了，那说明你控制呼吸的肌肉群没有力量，没有把气息保持住。今天来教大家一个方法来解决您的这个问题。首先张大口吸气，把气屏住，说一条绕口令，像这样，出洞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条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可能一开始呢您这一口气说不完，但是坚持这个练习，每天十分钟，您就一定可以像我一样也能非常顺利的说下来了。如果对你有帮助，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奥利给！抖音。